今天滑桨板，这是这两个小朋友的第一次滑桨板，对吧？对。你们滑过吗？没有。我之前在威海滑过一次，然后这次是我的第二次滑桨板。现在一家四口都顺利的靠到了这一片沙滩上面来，然后可以看一下这是四周的这个环境，绕场一周还是很美的一块地方哦。然后呢，现在就准备拿出我的 A7M4 再加上索尼的 35GM 的镜头，在这一片浅滩的附近来拍一些照片。我觉得这里拍照还是非常美的，非常值得过来拍照。来，你们上吧，我也要拍的，摄影师最后，是吧？对，我最后吧，我垫底。OK， 今天下午的游艇在这边后面，这是我们游艇的二楼，然后看出去的后面是，很多的高楼大厦，还有其他的船。现在还没有出海，我们把曝光稍微调整一下。怎么样？你坐过游艇吗，球球？坐过啊。坐过的。但是不是这种。一家包的，是一个一个人的，很多人啊，行的，就是那种大游艇。今天还挺好玩的啊，这个对，今天特别是有这个滑梯，准备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拜拜。呜。今天天气实在太棒了，然后又是晴天，又有很大的海风，就很凉爽啊！你看到我的头发飘逸的样子就知道这个是有多么大的风了。采访啥？这个发型凌乱的小伙。这个发型凌乱的小伙呢，今天早上因为下过海没有洗头，所以头发看上去特别的膨胀，这是海水特有的一种效果。然后呢，我在这里主要是充当摄影师的角色，来多拍一些照片。好，我跟着你到前面去拍照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到外面去拍拍。
现在在这艘游轮的甲板上，看。还有很大一团。看不太清楚啊。还有一个水上飞龙，水上法拉利都有。水上法拉利。这个还是蛮好玩的，待会儿我们要去玩大黄鸭，还有海上拖伞，还有等等等等玩的东西。Let's make this one.